主持人黄子佼和孟耿如爱情长跑多年，去年5月喜迎宝贝女儿，夫妻俩也时常在社群分享育儿日常。日前孟耿如在脸书抛出女儿吃火龙果的影片，解下实在是太喜欢这段玉米很像是写魔人的影片，那个冷笑太喜欢了，模仿犯要不要续集找他客串。玩具也好漂亮哦！你刚看到那个小小脚会在旁边动的那个。黄子佼和孟耿如的女儿玉米可爱萌样常迷晕许多圈内好友和粉丝，日前从孟耿如的社群中可见郭书瑶和杨晴成了陪玩姐姐。这个玩具也好漂亮，你刚看到那个小小脚会在旁边动的那个。除此之外，一张玉米睡在怀里的照片也因为郭书瑶身穿低胸上衣意外让这张由上往下拍摄的温馨照片多了几分火辣。孟耿如在 IG 写下成功战胜玉米的摇摇仪，郭书瑶转发后还回复有需要再发我通告哦，看起来和玉米处得很不错。我是妈妈，爸爸，我是妈妈，爸爸。早知道伤心女星孟耿如2020年与黄子佼结婚，去年5月生下女儿黄玉米，夫妻俩升格新手爸妈，不时在社群分享育儿日常，一家三口幸福模样羡煞众人。日前孟耿如抛出女儿影片，只见黄玉米不断喊着爸爸，让孟耿如直呼妈妈到底情何以堪。妈妈啦，我是妈妈，爸爸，我是妈妈，爸爸，我是妈妈啦。我是妈妈啦！你看你鸡腿也不分我，然后我还要逼你喝奶，天底下有这么舒服的事情吗？当婴儿了不起哦。这位小姐，你现在是从鸡腿吃到鸡爪了，对不对？奶奶你不喝，你再给我吃鸡腿。我们还有大概50cc、30cc 没有喝完，你知道吗？知道吗？你捏我的手没有用啊，我还是要你喝完啊。你看你鸡腿也不分我，然后我还要逼你喝奶，天底下有这么舒服的事情吗？当婴儿了不起哦，这么伟大，大家都要听你的。你该不会想要双管齐下吧，一边吃拳头鸡腿一边要吃我的大拇指。这位小姐，你现在是从鸡腿吃到鸡爪了，对不对？你在吃鸡爪，好吃吗？好吃吗？感觉好像很好吃呢。哪有那么好吃啦？我们俩在爸爸身上很快乐啊。眼睛好大耶，这什么意思？这
是什么意思，玉米？完蛋了，你要被好多男生罚哦。我以前都很铁齿，我看到毕书尽，我就说怎么会这么傻，真的变女人傻瓜。看到那个，对，看到自己，后来自己，就像我也一直跟露露恐吓，我说：“哎呦，你就知道，现在都不要讲狠话。”没有讲狠话，现在都觉得，哎，我觉得就是、嗯，因为你到那一刻，你就会心里有很多牵挂，你出了门就想回家。然后呢，三不五时就连线看一下他的那个监视器，对，视讯。嗯，我真没想到我会走到这一步，真的不小心就变女人傻瓜，嗯，很奇怪，很奇怪。啊，那个东西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啊，我整理他东西的时候，我真的好累哦，我真的好累。可是只要一看到一个照片，哎，瞬间就不累了。很奇怪哦，这种感觉真的是生过孩子的才知道。我老实讲，我做婚礼歌手，我担心的是我女儿有天如果要嫁，会是什么心情？超早在担心。以前你不会去想这个，可是你现在看所有的婚礼，你都会去脑补说，如果这是我女儿，嫁得好不好，亲家怎么样，你会开始去幻想。大家好，我是小黄瓜。我是王玉米。有一个怪物在你后面。好忙啊，他在忙什么？不知道能晒到几岁，其实再大一点我们就会停止了。但现在是趁着他还不懂事的时候，赶快多晒一点。以后他可能会制止我说：“爸爸，我要自己开粉砖了。”怪物在你弄。好忙啊，他在忙什么？打哈欠。好多情绪啊！好忙啊！你又在假哭，在假装啊！我不吃你这套哦。